半版权的啊，这么我会很害羞哎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红。这个周末呢，我跟我的女朋友到纳马夏去野餐。出发后的第一件事呢，就是要先购买食材。可是我唱歌就是很好听哎、欸，全联福利中心家庭才买的呢呢呢呢，这样我就不会侵犯版权了啊！这么我会很害羞哎、欸。全联福利中心呢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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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心守护你。全联福利中心实在，上面后面三个真的是真便宜，你要唱，你要唱后面三个。全联福利中心实在，唱三个字就好了。真便宜。350到400cc 是两包的量吧？突然想到这件事，很明显是一包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那两份哦，这一定是一份的做法，这不用怀疑啊。他的意思一定是一份的做法。那怎么办？啊，再倒水进去哦。我们再倒自己想要多少水就倒多少水。对啊，这很明显一定是一份的意思。那是我太笨吗？你不是童军的还是什么的？啊，我们童军都是直接煮，我们没有在用那种方便包的。你汤把它腌过就好。OK， 那这支影片就到这里了。那我突然想一个最重要的、啊，如果哪边可以推荐可以野餐啊或野炊的地方，再推荐给我们。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很喜欢这种户外的活动。对，只是我的时间比较难安排。不过大家如果有提供地点，我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寻找，因为我大概花了一两个小时，我也没经验啊，所以都在寻找上，所以变成。弄一弄就赶快下山了，又怕下雨啊等等。希望下一次可以有顺利的煮完，而且煮到的是好吃的东西。对，然后是完美的地方，是金色的地方过完年。对，好，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按个喜欢、分享、订阅、加铃铛，也非常不对，刚才就请大家留言了，反正就是喜欢、分享、订阅、加铃铛。我是阿红，我是女朋友，拜拜，再见啦。